準備。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恩格斯慢咗啲嘛，反而前面快噶嘛，内栏跑步背跑中间咧就系好好计啊，外边咧咁啊好 sharp 出闸有呢只天狗啊，再跟住中档位置花月佳期啦，咁啊响外边咧仲有呢只牛精好友噶，咁啊红衫大约喺呢个第六位咧就梦幻十一啦，摄咗入内栏，恩格斯尾四，尾三风之子尾二亦都系留咗喺后边跑，就系嗰只一宝嚟噶，暂时殿后嘅马匹咧就系嗰只爱跑得嚟噶，好啦，转紧弯中间啦，前面好好计带头天狗咬住第二啊。內欄第三跑步背跑啊，響外邊第四牛精好友啊，再後邊中檔花月佳期，內欄恩格斯亦都攝上啲啦，響外邊有夢幻十一啊，後邊三隻內欄數出去，有呢只愛跑得中間風之子，出邊咧黑色鼻菇黃衫一寶啊，入精直路啦，好好計內欄乏力啦，天狗三兩個箭步追過佢，再見到中檔位置有呢只就牛精好友啦，攝內欄嗰邊恩格斯啊，中間追緊仲有花月佳期，最後二百米天狗已經係透出啦，咁啊見到中間有牛精好友攝埋邊恩格斯亦都上緊嚟。大外檔係一寶，最後百零米啊！天狗乏力啊！外邊一寶一路上緊嚟，中間仲有牛精好友接近終點，一寶殺曬添啊！第二名天狗啊，第三名咧就牛精好友，中間咧就恩格斯啊！咁啊，結果真係呢只朱振輝睇得啱啦，一寶喺外邊一支箭咁樣追上嚟夜馬，天狗可能真係早用咗粒咗個晏晝落去咧，跟咗喺前面走，早出頭啦，咁啊乏力，一寶喺外邊湧上嚟。第三位咧就係呢只牛精好友啊，第四就恩格斯。你睇下偉大嘅決心好緊要，佢喺彎前已經係決定要走出去啦，咁佢都覺得只馬有即係咁走嘅啫。結果就憑住呢五磅反勝呢只天狗啦。牛精好友係第三喎，都一度好有威脅咁樣撲上嚟啊，咁啊跑嚟射恩格斯，起步嗰度就好似慢咗少少啦，咁啊有隻馬收停咗嘅。外跑